大家好，我是上海旅游形象大使胡歌。2017上海旅游节花车巡游今晚就要在淮海路上举行了，非常期待。虽然今年我不能够到达现场和大家见面，但是我依然会和去年一样关注旅游节的各项活动。在这里希望到达现场观看巡游的广大市民和各位游客能够遵守秩序，听从指挥，做文明观众。不能够到达现场的朋友们可以观看电视直播，就在今晚7:30，上海电视台新娱乐频道。